来跳个舞。看得明白呀、啊、累死我了，好想喝口水啊，但是桌子上并没有水。完了之后大家都又见关注他一下，谢谢刚送礼物的哥哥们，谢谢梦圆，谢谢天罗地网哥哥，谢谢 baby 哥，谢谢八天哥，谢谢孤独哥，谢谢是不是这是啥呀，谢谢天狼哥，谢谢大家。没有没有，这个主播回来了，这个主播前几天眼结膜又那个啥呀，不对，那个叫结膜炎又犯了，眼睛都红了，然后昨天去配了一副隐形眼镜。我跟你们说，当主播真的有时候特别难，好多主播都那个眼睛都近视，我还有点散光，所以这几天近视的我都看不到钱包里边的钱了、所以去配眼镜。那眼结膜发炎，不对，那结膜炎犯了。
我怕就是我戴那种眼镜，你们看我直播不跳舞你们都受不了。来给大家跳第二支舞，主播不好当，可不是嘛，干啥都不好干，妆也不好干，所以你们也特别辛苦。谢盗版时光哥哥，我们跳第二支舞。安妮，谢谢啊，谢谢小哥哥们，谢谢八天哥哥。还有四分钟的时间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哥哥们，点点主播的关注。谢谢爱妮，么么哒。兄弟们，什么颜色？不用问你兄弟们，你应该问主播什么颜色。一组六六，我告诉你是什么颜色。就是你们看不到颜色，说明你们的眼跟我一样也近视。谢谢爱你小哥哥，这多明显，一身白啊。说明你们眼睛跟我一样近视，是不是看不清楚？你们也要去配眼镜了。
来给大家跳第三支舞，我们还有一个麦序。哎，你这小哥哥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去，给你一个快乐的马甲。看世界被换离合，大家记得把主播关注点点哦。我是随风，我随往事飘过，最后一支舞。越逃避就越受